有了好胜仗，伫新的一冬就有一个好彩头。东区南屯府为了当前就开始发送开运红包，而且这些钱完全无用胜仗捐赠的影响钱支付，而是每一人注意家己出钱寄付。南屯府今年的开运红包，注意张志忠特别准备了一千份要来烧送。我们南天舞这一次呢，也是依照往年每次的持续，我们都有一个压桌好戏，就是，压岁钱都有在那个除夕的当晚呢花这压岁钱。希望呢，我们台南市啊所有市民能够来到我们南天舞啊，那参拜那个关帝圣君，然后让关帝圣君啊能够庇佑我们，在这兔年啊，大家都是旺旺旺。不止开运红包，南天府初一到十五，嘛有规划点光明灯、文昌灯、祭拜，啊，搁有元宵暗花、玉灯谜、吃平安圆，以及点灯祈福等活动。咱元宵节也有这个点灯祈福，那伫这个元宵呢，咱的疫情当中有两年，咱拢无对外无办这个吃平安圆、干毛菜灯谜等吼。那么今年呢，这个奉主公关元会。这个决定今年要来举办，会当来参加元宵节的平安圆，包括摸彩、灯谜等等的这个摸大奖的活动吼。啊，当然伫这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点灯祈福，予咱呢啊国运昌隆，予大家当安尼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庙方表示，市长温伟泰伫初二东港再是再点再分，将会伫庙埕发送开运红包。因为是限量，所以欢迎市民大众提早到场排队领取。但是我们张秀伟采访报道。